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上台，好，第一次上台，所以待会呢，如果有失控的状况，麻烦大家也不要见外，因为这是人生第一次吧，哈、哦。啊，待会呢，我们会全程录影，这个录影呢，就是非常好的纪念，也会烧给每一位家长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待会呢，我们有幼幼班、小班，还有青青班，总共有三个班级的表演，你们都可以欣赏一下。啊，家长们。非常棒，好啦，那莉莉班的宝贝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
哦，所以我们要很神气，唱很大声给爸爸妈妈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开始唱歌喽。我要看我们是哪一个莉莉宝贝最神气，还是大家都很神气，好不好？好哦，好，那现在啊，我们准备开始喽。OK。
正气、这么有活力的声音，用这样的声音唱歌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送给妈妈。是妈妈。